第75回，心猿钻透阴阳窍，魔王还归大道真。却说孙大圣进于洞口，两边观看，只见骷髅若岭，骸骨如林，人头发洗成粘片，人皮肉烂作泥尘，人筋缠在树上，干焦晃亮如银，真个是尸山血海，果然腥臭难闻。东边小妖将活人拿了剐肉，西下铺魔把人肉先煮先烹。若非美猴王如此英雄胆，第二个凡夫也进不得他门。不多时，行入二层门里看时，呀，这里却比外面不同，清奇优雅，秀丽宽平，左右有瑶草鲜花，前后有乔松翠竹。又行七八里远近，才到三层门，闪着身偷着眼看处，那上面高坐三个老妖，十分凝恶，中间的那个生得凿牙锯齿，圆头方面，声吼若雷，眼光如电，仰鼻朝天，赤眉飘艳，但行处百兽心慌，若坐下群魔胆战，这一个是兽中王青毛狮子怪。左手下那个生得凤目金睛，黄牙粗腿，长鼻银毛，看头似尾，圆额皱眉，身躯累累，细声如窈窕佳人，玉面似牛头恶鬼。这一个是藏齿修身多年的黄牙老相。右手下那一个生的金翅昆头，星睛豹眼，镇北图南，刚强勇敢，变声翱翔，燕啸浓惨，团风和，百鸟藏头，舒利爪，朱禽丧胆。这个是云城九万的大鹏雕。那两下列着有百十大小头目，一个个全装披挂，戒咒整齐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行者见了心中欢喜，一歇而不怕，大踏步径直进门，把帮铃卸下，朝上叫声大王。三个老魔笑呵呵问道，小钻风你来啦？行者应声道，来啦。你去巡山打听孙行者的下落何如？行者道，大王在上，我也不敢说起。老魔道，怎么不敢说？行者道，我奉大王命敲着梆铃正然走处，猛抬头只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磨杠子，还像个开路神，若战将起来足有十数丈长短，他就着那剑崖石上抄一把水磨一磨，口里又念一声，说他那杠子到此开不曾显个神通，他要磨明就来打大王，我因此知他是孙行者，特来报之。那老魔闻此言，浑身是汗，吓得战呵呵的道，兄弟，我说莫惹唐僧，他徒弟神通广大，预先做了准备，魔棍打我们，却怎生是好？叫小弟们把洞外大小俱叫进来，关了门，让他过去吧。那头目中有知道的报，大王，门外小妖已都散了。啊，怎么都散了？想是闻得风声不好也。快早关门，快早关门。众妖乒乓把前后门尽皆牢栓紧闭。行者自心惊道，
这一关上门，他再问我家长里短的事，我对不来，却不弄走了风，被他拿住。嗯，且再吓他一下，叫他开着门好跑。又上前道：“大王，他还说的不好。”“啊，他又说什么？”“他说拿大大王剥皮，二大王刮骨，三大王抽筋。你们若关了门不出去啊，他就会变化，一时变了个苍蝇儿，自门缝里飞进，把我们都拿出去，却怎生是好？”老魔道：“兄弟们仔细，我这洞里第一年家没个苍蝇，但是有苍蝇进来，就是孙行者。”行者暗笑道：“哼哼，就变个苍蝇吓他一下好开门。”大圣闪在旁边，伸手去脑后拔了一根毫毛，吹一口仙气叫变，即变作一个金苍蝇，飞去往老魔劈脸撞了一头。那老怪慌了道：“兄弟不停当，那话儿进门来了。”惊的那大小群妖一个个压爬扫帚都上前乱扑苍蝇，这大圣忍不住嘻嘻的笑出声来。嘿，干净他不一笑，这一笑笑出圆嘴脸来了，却被那第三个老妖魔跳上前一把扯住道：“哥哥，险些儿被他瞒了。”老魔道：“贤弟，谁瞒谁呀？”三怪道：“刚才这个回话的小妖不是小钻风，他就是孙行者，必定撞见小钻风，不知是他怎么打杀了，却变化来哄我们来。”行者慌了：“哦，他认得我了。”即把手摸摸，对老怪道：“哎，我怎么是孙行者？我是小钻风，大王错认了。”老王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兄弟，他是小钻风，他一日三次在面前点卯，我认得他。”又问：“你有牌儿吗？”行者道：“有。”撸着衣服就拿出牌子。老怪一发认识道：“兄弟，莫屈了他。”三怪道：“哥哥，你不曾看见他？他才子闪着身笑了一声，我见他就露出个雷公嘴来，见我扯住时，他又变作这等模样，叫小子们拿绳来。”众头目汲取绳索，三怪把行者搬翻倒，四马存蹄儿捆住，接起衣裳看时，足足是个弼马温呐。原来行者有72般变化，若是变飞禽、走兽、花木、器皿、昆虫之类，却就连身子滚去了；但变人物，却只是头脸变了，身子变不过来。果然，一身黄毛，两块红骨，一条尾巴。老妖看着道：“啊，是孙行者的身子，小钻风的脸皮，是他了。”叫小子们先安排酒来，与你三大王递个德功之杯，既拿倒了孙行者，唐僧坐定是我们口里食也。三怪道：“且不要吃酒，孙行者溜撒，他会逃遁之法，只怕走了，叫小弟们抬出瓶来，把孙行者装在瓶里，我们才好吃酒。”老魔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正是正是。”几点36个小妖入里面开了库房门，抬出瓶来。你说那瓶有多大呀？只得24寸高，怎么用得36个人抬？那瓶乃阴阳二气之宝，内有7宝8卦、24气，要36人按天罡之术才抬得动。不一时将宝瓶抬出，
放在三层门外，斩得干净，揭开盖，把行者解了绳索，包了衣服，就着那瓶中仙气嗖的一声吸入里面，将盖子盖上，贴了封皮，却却知酒道：嘿，猴，今番入我宝瓶之中，再莫想那西方之路，若还能够拜佛求经，出世转背摇车，再去投胎多舍事。你看那大小群妖一个个笑呵呵，都去贺功不提。却说大圣到了瓶中，被那宝贝将身束得小了，索性变化蹲在当中，半晌倒还阴凉，忽失声笑道：这妖精外有虚名，内无实事，怎么告诉人说这瓶装了人，一时三刻化为脓血？若是这般凉快，就住上七八年也无事啊。嘿，大圣原来不知那宝贝根由，假若装了人，一年不雨，一年阴凉，但闻得人言，就有火来烧了。大圣未曾说完，只见满瓶都是火焰。幸得他有本事，坐在中间，捻着避火诀，全然不惧。耐到半个时辰，四周围钻出40条蛇来咬。行者抡开手抓将过来，尽力气一攒，攒作80段。少时间，又有3条火龙出来，把行者上下盘绕，着实难禁。自觉慌张无措，道：哎呀，别是好处，这3条火龙难为，再过一会儿不出，弄得火气攻心怎了？他想到，我把身子长一长，炫破吧。好大圣敛着诀，念声咒叫长，即长了丈数高下，那瓶紧靠着身也就长起去。他把身子往下一小，那瓶儿也就小下来了。行者心惊道：哎呀，难难难呐、啊！怎么我长他也长，我小他也小，如之奈何？说不了，骨拐上有些疼痛，即伸手摸摸，却被火烧软了。自己心焦道：怎么好，骨拐烧软了，弄做个残疾之人了？忍不住掉下泪来。这正是遭魔遇苦怀三藏，着难临危虑圣僧，道：师父啊，当年归正蒙观音菩萨劝善，脱离天灾，我与你苦力诸山，收点多怪，降八戒得沙僧，千辛万苦，指望同证西方，共成正果，何其今日遭此毒魔，老孙误入于此，轻了性命，撇你在半山之中不能前进，想是我昔日名高，故有今朝之难。正此凄怆，忽想起，哎，菩萨当年在蛇盘山曾赐我3根救命毫毛，不知有无，且等我寻一寻看。即伸手浑身摸了一把，只见脑后有3根毫毛，十分挺硬，呼喜道：啊，身上毛都如比软熟，只此3根如此硬枪，必然是救我命的。即便咬着牙忍着疼，拔下毛吹口仙气叫变，一根即变作金刚钻，一根变作竹片，一根变作棉绳。班长灭片功儿牵着那钻，照瓶底下嗖嗖的一顿钻，钻成一个眼孔，透进光亮，喜道：造化造化，却好出去也。才变化出身，那瓶复阴凉了。怎么就凉呢？原来被他钻了，把阴阳之气泄了，故此遂凉。好大圣收了毫毛，
将身一小，就变作个加辽虫儿，十分轻巧，细如须发，长似眉毛，自孔中钻出，且还不走，竟飞在老魔头上盯着。那老魔正饮酒，猛然放下杯儿道：“三弟，孙行者这回化了吗？”三魔笑道：“还到此时呢。”老魔叫传令抬上平来，那下面36个小妖即便抬平，平就轻了许多，慌着众小妖报道：“大王，平轻了。”老魔喝道：“胡说，宝贝乃阴阳二气之全功，如何轻了？”内中有一个勉强的小妖把瓶提上来道：“你看这不轻了。”老魔揭盖看时，只见里面透亮，忍不住失声叫道：“这瓶里空着，空也。”大圣在他头上也忍不住道一声：“我的儿啊，搜者走也。”众怪听见道：“走了走了。”即传令关门关门。那行者将身一抖，收了剥去的衣服，现本相，跳出洞外，回头骂道：“嘿，妖精不要无礼，瓶子钻破，装不得人了，只好拿了出宫。”喜喜欢欢，嚷嚷闹闹，踏着云头径转唐僧处。那长老正在那里搓土为香，望空倒住。行者且停云头，听他倒住甚地。那长老合掌朝天道：“七请云霞众位仙，六丁六甲与诸天，愿保仙徒孙行者神通广大，法无边。”大圣听得这般言语，更加努力，收敛云光，近前叫道：“师父，我来了。”长老搀住道：“悟空，劳碌，你远探高山，许久不回，我甚忧虑，端的这山中有何吉凶？”“哈哈哈，师父，才这一去，一则是东土众僧有缘有份，二来是师父功德无量无边，三也亏弟子法力。”将前相装钻风陷瓶里及脱身之事细陈了一遍，今得见尊师之面，实为两世之人也。长老感谢不尽道：“你这番不曾与妖精赌斗吗？”“不曾。”“这等保不得我过山了。”行者是个好胜的人，叫喊道：“我怎么保你过山不得？”“你不曾与他见个胜负，只这般含糊，我怎敢前进？”“哈哈，师父，你也特不通便。常言道，单丝不现，孤掌难鸣。那么三个小妖千万，叫老孙一人怎生与他赌斗？”“啊，寡不敌众，是你一人也难处。八戒沙僧他也都有本事，叫他们都去与你协力同心，扫尽山路，保我过去吧。”行者沉吟道：“失言最大，着沙僧保护你，着八戒跟我去吧。”那呆子慌了道：“哥哥没眼色，我又粗笨无甚本事，走路扛风，跟你何意？”行者道：“兄弟，你虽无甚本事，好倒也是个人呢。俗云放屁天风，你也可壮我些胆气。”“也罢也罢，望你带车带车，但只急流处我们捉弄我。”长老道：“八戒在意，我与沙僧在此。”那呆子抖擞神威，与行者纵着狂风，驾着云雾，跳上高山，急至洞口，早见那洞门紧闭，四顾无人。行者上前执铁棒，厉声高叫道：“妖怪开门，快出来与老孙打呀！”那洞里小妖暴露，老魔心惊胆战道：“
哎，几年都说猴儿狠，话不虚传，果是真呐。二老怪在旁问道：“哥哥怎么说？”老魔道：“那行者早间便小钻风混进来，我等不能相识，姓三贤弟认得，把他装在瓶里，他弄本事钻破瓶儿，却又摄去衣服走了。如今在外叫战，谁敢与他打个头阵？”更无一人答应，又问又无人答，都是那装聋推哑。老魔发怒道：“我等在西方大陆上舔着个丑名，今日孙行者这般藐视，若不出去与他见阵，也低了名头。等我舍了这老性命，去与他战上三合，三合战得过，唐僧还是我们口里食；战不过，那时关了门，让他过去吧。”遂取披挂结束了，开门前走。行者与八戒在门旁观看，真是好一个怪物。铁额铜头戴宝盔，盔缨飘舞胜光辉，灰灰彻电双睛亮，亮亮扑侠两鬓飞，钩爪如银尖且利，巨牙似凿密环旗，身披金甲无私凤，腰束龙绦有剑机，手执钢刀明晃晃，英雄威武世间稀。一声吆喝如雷震，问道：“敲门者是谁？”大圣转身道：“是你孙老爷齐天大圣也。”老魔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你是孙行者，大胆泼猴，我不惹你，你却为何在此叫战？”行者道：“有风方起浪，无潮水自平，你不惹我，我好寻你。只因你狐群狗党结为一伙，算计吃我师父，所以来此施为。”老魔道：“你这等雄赳赳的嚷上我门，莫不是要打吗？”“正是。”老魔道：“你休猖獗，我若调出妖兵，摆开阵势，摇旗擂鼓与你交战，显得我是坐家虎欺负你了。我只与你一个对一个，不许帮丁。”行者闻言叫：“猪八戒走过，看他把老孙怎地。”那呆子真个闪在一边。老魔道：“你过来，先与我做个庄儿，让我尽力气捉光头，砍上三刀，就让你唐僧过去。假若禁不得，快送你唐僧来与我做一顿下饭。”行者闻言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妖怪，你洞里若有纸笔，取出来与你立个合同，自今日起就砍到明年，我也不与你当真。”那老魔抖擞威风，钉子不站定，双手举刀往大圣劈顶就砍。这大圣把头往上一迎，只闻咔嚓一声响，头皮儿红也不红。那老魔大惊道：“这猴子真个好个硬头啊！”大圣笑道：“你不知，老孙是生就铜头铁脑盖，天地乾坤世上无，斧砍锤敲不得碎，幼年曾入老君炉，四斗星官兼灵灶，二十八宿用功夫，水尽几番不得坏，周围疙瘩搬金铺，唐僧还恐不坚固，遇仙又上紫金箍。”老魔道：“猴儿，不要说嘴，看我这二刀来，绝不容你性命。”行者道：“不见怎的，左右也只这般砍罢了。”猴儿，你不知这刀金火炉中造，神功百炼熬，锋刃一三略，刚强按六韬，却似苍蝇尾，犹如白蟒腰，入山云荡荡，下海浪滔滔，
琢磨无变数，煎熬几百遭，深山古东放，上阵有功劳，缠着你这和尚天灵盖，一削就是两个瓢。大圣笑道：这妖精没眼色，把老孙认作个瓢头了。也罢，勿砍勿让，叫你再砍一刀，看怎么。那老魔举刀又砍，大圣把头迎一迎，乒乓的劈作两半个，大圣就地打个滚，变作两个身子。那妖一见慌了，手按下钢刀。猪八戒远远望见，笑道：哈哈哈哈，哎，老魔好砍两刀的，却不是四个人啦。老魔指定行者道：闻你能使分身法，怎么把这法儿拿出在我面前使？大圣道：何为分身法？老魔道：为什么先砍你一刀不动，如今砍你一刀就是两个人？哈哈，妖怪，你且莫害怕，砍上一万刀还你两万个人。你这猴儿，你只会分身不会收身，你若有本事收做一个，打我一棍去吧。大圣道：哈，不许说谎，你要砍三刀，只砍了我两刀，叫我打一棍，若打了棍半，就不姓孙。老魔道：正是正是。好大圣就把身搂上来，打个滚，依然一个身子，侧棒劈头就打。那老魔举刀架住道：泼猴无礼，什么样的哭丧吧，敢上门打人？大圣喝道：哼，你若问我这条棍，天上地下都有名声。怎见名声？他道：棒是九转金铁链，老君亲手炉中断，禹王求得号神针，四海八合为定焰，中间星斗暗铺陈，两头钱果黄金片，花纹密布鬼神经，上造龙纹与凤篆，名号羚羊棒一条，深藏海藏人难见，成形变化要飞腾，飘摇五色霞光线，老孙得道取龟山，无穷变化多经验，时间要大瓮来粗，或小些虚如铁线，粗如南岳，细如针，长短随无心一变，轻轻举动彩云生，亮亮飞腾如闪电，悠悠冷气逼人寒，条条沙雾空中现，降龙伏虎紧随身，天涯海角都游遍，曾将死棍闹天宫，威风打散蟠桃宴，天王赌斗未曾赢，哪吒对敌难交战，棍打诸神没躲藏，天兵十万都逃窜，雷霆众将护凌霄，飞身打上通明殿，掌朝天使尽皆惊，护驾仙卿俱搅乱，举棒掀翻北斗宫，回首震开南极院，金阙天皇见贵兄，特请如来与我见，兵家胜负自如然，困苦灾危无可辩，整整哀牌五百年，亏了南海菩萨劝，大唐有个出家僧，对天发下宏誓愿，枉死城中渡鬼魂，灵山会上求经卷，西方一路有妖魔，行动甚是不方便，已知铁棒势无双，让我途中为旅伴，邪魔趟着赴幽冥，肉化红尘骨化面，处处妖精棒下亡，论万成千无打算，上方击坏斗牛宫，下方压损森罗殿，天将曾将九曜追，地府打伤催命叹，半空丢下镇山川，胜如太岁新华剑，全凭此棍保唐僧，天下妖魔都打遍。那魔闻言战兢兢，舍着性命举刀就砍，猴王笑盈盈使铁棒前迎，他两个先时在洞前撑持，然后跳起去，都在半空里厮杀。
这一场好杀，天河定底神针棒，棒名如意世间高，跨称手段摩托脑，大汉刀情法力豪，门外争持还可进，空中赌斗怎相饶，一个随心更面目，一个立地长身腰，杀得满天云气重，遍野雾飘摇，那一个几番利益吃三藏，这一个广施法力保唐朝，都因佛祖传经典，邪正分明，恨苦交。那老魔与大圣斗经20余合，不分输赢。原来八戒在底下见他两个站到好处，忍不住撤爬架风跳江起去，往妖魔劈脸就住。那魔慌啊，不知八戒是个户头性子，冒冒失失的吓人，他只道嘴长耳大手硬爬胸，败了阵丢了刀，回头就走。大声喝道：赶上赶上！这呆子仗着威风举着钉耙，急忙赶下怪去。老魔见他赶得相近，在坡前立定，迎着风头晃一晃，现了原身，张开大口就要来吞八戒。八戒害怕，即抽身往草里一钻，也管不得金针急刺，也顾不得刮破头疼，战兢兢的在草里听着梆声。随后行者赶到，那怪也张口来吞，却中了他的机关，搜了铁棒迎将上去，被老魔一口吞之，吓得个呆子在草里囔囔多多的埋怨道：这个弼马温不识进退，那怪来吃你，你如何不走反去迎着？哎，这一口吞在肚中，今日还是个和尚，明日就是个大公爷。那魔得胜而去，这呆子才钻出草来溜回旧路。却说三藏在那山坡下正与沙僧盼望，只见八戒喘呵呵地跑来。三藏大惊道：八戒，你怎么这等狼狈？悟空如何不见？呆子哭哭啼啼道：师兄被妖精一口吞下肚去了。三藏听言吓倒在地，半晌间跌脚全胸道：徒弟呀，只说你善会降妖，领我西天见佛，怎知今日死于此怪之手？苦哉苦哉，我弟子从众的功劳，如今都化作尘土矣。那师父十分苦痛，你看那呆子，他也不来劝解师父，却叫：沙和尚，你拿将行李来，我两个分了吧。沙僧道：二哥，分怎的？分开了，个人散伙。你往流沙河还去吃人，我往高老庄看看我魂家，将白马卖了，与师父买个寿器送终。长老气呼呼的，闻得此言，叫黄天，放声大哭，且不提。却说那老魔吞了行者，以为得计，尽回本洞。众妖迎问出战之功，老魔道：拿了一个来了。二魔喜道：哥哥，拿的是谁？是孙行者。拿在何处？被我一口吞在腹中呢。第三个魔头大惊道：大哥呀，我就不曾吩咐你，孙行者不中吃。那大圣肚里边道：哎，特中吃，有金鸡再不得饿。慌着那小妖子：大王不好了，孙行者在你肚里说话呢。老魔道：怕他说话，有本事吃了他，没本事摆布他不成？你们快去烧些盐白汤，等我灌下肚去，把他哕出来，慢慢的煎着吃酒。小妖真个冲了半盆盐汤，老怪一饮而干，挂着口着实一呕。那大圣
在肚里生了根，动也不动，却又拦着喉咙往外又吐，吐得头晕眼花，黄疸都破了，行者越发不动。老魔喘息了，叫声：“孙行者，你不出来了。”行者道：“早了，正好不出来呢。”“你怎么不出？”“你这妖精甚不通便，我自作和尚十分淡薄，如今秋凉，我还穿个单直堕，这肚里倒暖又不透风，等我住过冬才好出来。”众妖听说都道：“哎呀，大王，孙行者要在你肚里过冬呢。”老魔道：“他要过冬，我就打起禅来，使个搬运法，一冬不吃饭，就饿杀那弼马温。”大圣道：“我儿子，你不知事，老孙保唐僧取经从广里过，带了个折叠锅儿进来煮杂碎吃，将你这里边的肝肠肚肺细细而受用，还够盘缠到清明呢。”那二魔大惊道：“哥哥，这猴子他干得出来。”三魔道：“哥呀，吃了杂碎也罢，不知在哪里支锅呀？”行者道：“三岔谷上好支锅。”三魔道：“哎呀，不好了，假如支起锅，烧动火焰，吵到鼻孔里打喷嚏吗？”行者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没事，等老孙把金箍棒往顶门里一缩，缩个窟窿，一则当天窗，二来当烟囱。”老魔听说，虽说不怕，却也心惊，只得硬着胆叫：“兄弟们莫怕，把我那药酒拿来，等我吃几盅下去，把猴儿药杀了吧。”行者暗笑道：“老孙500年前大闹天宫时，吃老君丹、玉皇酒、王母桃及凤水龙肝，哪样东西我不曾吃过？是什么药酒敢来要我？”那小妖真个将药酒筛了两壶，满满斟了一盅递与老魔。老魔接在手中，大圣在肚里就闻得酒香，道：“不要与他吃。”好大圣把头一扭，变作个喇叭口子张在他喉咙之下，那怪呱的咽下，被行者呱的接吃了。第二盅咽下，被行者呱的又接吃了，一连咽了七八盅，都是他接吃了。老魔放下盅道：“不吃了，这酒常时吃两盅，腹中如火，却才吃了七八盅，脸上红也不红。”嗨，原来这大圣吃不多酒，接着他七八盅吃了，在肚里撒起酒疯来，不住的支架子、跌四平、踢飞脚，抓住干花、打秋千、竖蜻蜓、翻跟斗、乱舞，那怪物疼痛难禁，倒在地下。毕竟不知死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